一样，喜欢不炸开啊。你儿子快30岁了，然后你的老婆今年18岁，可能他无款，但是嫁给你一点的儿子。你的老婆今年18岁，他真的好吃，而且比我盒装的还要大只，跟他打听。开什么玩笑？这是实重的，这是用巧贝两斤的，这挂开啊重的，是实重的。拿一些人家去给等一住，800块，600块，买暖气卡。空空今天我是裸装卖你们才有这个价钱，我如果再加礼盒，就不是这个价钱了。我来卖你500，我要吃这个的，免500，真正够大个，真正的。你去做还是？我赶快上我的马街，这两件一斤，免500，四啊五，那四百外都，这两三，四个人加价，真正无趁钱，你卖你两三块得来，300块来，300块来，一人一只，万峦猪脚来300块来，你要几只？20只好不好？好，2只脚，好，10只脚，来300块，最好两个人给万峦地康，小姐爱吃，来300块来万峦地康，我来。300块，没有了，真的超大只的板卵鸡卡，最好一斤俩，这样袂吼，你想要看，但那顾客袂。你广西的较少人，加少人来吃你看，去惊吃呀？我你煮煮出菜叫来吃袂啊？来，有要吃鲑鱼啊？他都已经袂做嘴皮啊，全部盖起来，有水无？拢无多砍哦，都够哦，一片至少160起跳。来，我要吃鲑鱼，卖块1000啊，都吃一份拢1000，其他要吃500块啊，鲑鱼500块来，来收钱，你给咩？你唔叫我，来500块，你管只通安会？来鲑鱼500，我也要吃鲑鱼，五片了，5片不用800咯，来我卖500就是500，你不要，不要理我，再拿几片给你，哎我得500了钱，好给了呀，唔是我了的，来鲑鱼500块来，来过我来，一个俩，啊一个搁平几分钟啊？哎，真正都水呢，这鲑鱼真的很漂亮呢。哎，真正特别拢无多空呢，红记记呢。来三地、四地、来五条，你来500了。领导，你今仔就出去哦。你等啥？看你啊。我今仔是无可能穿啊。如果来咧穿一领，我袂使去脱。我脱来引起公愤。来500块六条，你500块来鲑鱼。你是真正拢无咧食鲑鱼，也是唔捌咧买鲑鱼？鲑鱼一片都150、160、180再卖呢？6片1000块了，我卖500呢。你叫你吃一礼拜，来500块都切掉你来。来，大你也别，较紧的来500块，我倒来乌白话，你搁你考虑。来500块来鲑鱼，500块要买要快啊，最好2块来鲑鱼，500块来。来乌白500人烧抢，开啊切掉500人拢当做碗面。哎，这是正鲑鱼呢，这不是塑胶茶客的呢。来500块来，这边进来鲑鱼。最后一个客人鲑鱼我爸拢有中午一条哈，来谢谢下一样，来啊，准备吃鸡哦，我今仔鸡啊足侪人点的吼，来外公啊要吃鸡，剩五只俩黄金鲍鱼，剩下最后5只了，来2只，一人一只，这边已经订2只了，剩下3只，来200块，200块，一只鸡卖200，黄金鲍鱼翅200块来，最后3只黄金鲍鱼翅，大约几只？一只左右。来200，最好2只黄金鲍鱼翅，200块，最后2只鸡了，各位把握一下记忆一优惠。来200，弄完了。好，来谢谢。可以啊，你给我200黄金丸。那个黄金丸再补2份，然后总共10个买。我来姜饼皮给它吹出来。你来一吹大地起来好啊。我地好啊，好姜饼啊。来要吃猪脚好来200块完了，200块来。拍摄哈，猪脚好，我一定要卖200哈。哦，这起价我是不敢起啊，我是要卖完了。你今尾是咧创啥位啊？我是高雄人，七七。来200块来。你是台中人吗？200了，这唔免去甲你介绍啊，请袂讲免去介绍。猪脚圈，加热就好吃的。真的。来富贵猪脚圈来，你感觉闽南猪脚收大起来，你买者。来200块了。富贵猪脚圈，够费了啊。
啊，再卖三百好卖，卖两百好卖，五百好卖，五百好卖，领导的建议卖来。来，要吃鲫鱼片的来，大块的哦，厚的哦，到了，哦，快哦，来，一人一份，来三，买三百，较侪人买，我希望大家拢吃得着咱的物件，来200块来，进一袋，到尾80块啦，一袋啦，两袋80啊，三袋买200，少无少少啊，来，这袋搁请你，旁边无滴，这袋搁送你，来200块，这袋搁请你，来啦，6袋啦，一个鸡翅，等于整整一行拿，来200块来，挪威的鲫鱼片，来4片、5片，来6片给你来。鲫鱼片200块了，200块要买要快，来200来3袋4袋5袋来6袋你来200块，200块够了，没变吧？挪威鲫鱼片，来小姐要5份，谢谢你，5份嘛，来200，好5份，来，一来，鲫鱼片200块弄完啊，来200块够了，没变吧？200块通通有了吗？鲫鱼片，哦，你都唔打这好食一堆呢，好食都营养，而且它是薄脸的，它不会很咸。来200块龙王，哎，大哥好，快你来呀！放假，别晒啊！阿叔冷掉不了，哦，阿叔好，到你家了。来，炭烤鸡排来，有吃过的好朋友就知道了，这大包的没有。然后我阿姐，我就我猜猜了，我猜嘛，李东姐这白大哥哦，认识了哦。你中午我给你啦。外公啊，慢慢猜啦，慢猜啦。我实在不想要猜啊，我想要几包上给你啊，这一包20袋啊，足够的。这李同学背过哪多啊？伊拢买几包，真的很厚，而且它里面不是骨头，整块的鸡肉，超好吃的，而且是炭烤的。全部干爹，分一箱洗手的，这两杯好拢可以。几包给你啊？公斤的啊，这一包得500。4袋一包。这两只有20袋，我买了500，尾包没开，只有700，来300了，4包而已。是不是？我只有4包而已。因为你要看过，看了一个小孩，来发表你喜欢看。对吧？那如果你要看的话，是不是说不过去？没有，只有4包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一个4包的，有来啊？后面几包？讲到这里的话，你们两公斤要订阅下去了。你要2包什么？这里面几包？你到这里当冰箱都管开呀？有没有一百？我会要2包什么？冰箱冰到花都。还行的啦，还行的啦，啊两包尔，我要卖啊，全部起来，较少我卖。看好几百，包等下人无买着，我红包。看好几百，咱个购物。怎么样？看好几百，咱个购物。有啊，购物啊。佳慧要2包。佳慧啊，明天见。好。就佳慧来，就佳慧来。来，黑胡椒猪排来，请问在座的好朋友有吃过的鸡排？白大哥跟李同学捌食过呢，今天都唔捌食过。来，好食无？有香无？真正袂香，它是黑胡椒的香味，它不是黑胡椒的辣味。黑胡椒其实不辣，是香味而已。来，要食一人一份三，买300，公斤的这鸡排拢起价啊！我今日花你来帮你200块，黑胡椒猪排一人一份200块，我不敢去啊！你们欢乐了。来2袋、3袋、4袋、5袋都200，来6袋200。来7袋200，来8袋，来9袋，来20袋，你来200块，黑胡椒猪排，来200块，真的好吃，用煎的用烤的，来200块来，来4袋，来5袋，6袋，7袋，8袋，你来9袋，来10袋，来200块都，一个人一份，200块而已，来5片，来6片，7片，8片，9片，来10片给你，我是说黑胡椒猪排200块来，现在来6袋，来8袋，来10袋，你来200块，黑胡椒猪排，这边有没有喜欢黑胡椒猪排的200块，隆重卖了啊，200。200，无买过，你顶下试看卖，真正好食。200块还没有买到几双，哇，差大咯！啊，我几百真好食，就你是还袂晓买咧？阿忠，你买啥？你讲，叫我啊，就是你店面来回叫阿坤姐来，你叫咩？先生，你好。猪肉排骨汤。你好，姐吗？来回叫阿坤姐。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，来，快个2份，来，有买花枝丸的，来，啊你我被招没招对嘞？调好啦，但有摸彩，你懂不懂啊？啊蒙掉你，我唔得上家去哦。点呢？谁玩要人点呢？来，一个2包啊，我无爱一包一包变收吧。你吃起我来开500，2包总计开400，免300，200块都。200块。叫我来买200块，五个人去，200块你别过来哦。还有呢，还有菜。
无啦吼，无啦，最后两个叫我200块，将会啊，200块，快，来200块来，来第一个，小心点那个麻油鸡，你再出四盒。最后两个让给我啊，我没有姜母鸭了，你们要不要？最凉的200，没错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卖的很便宜，来最后一个了，200块姜母鸭，姜母鸭，谁要姜母鸭？来，后面大哥要姜母鸭，赶快，我们要吃的身体强壮。来，哪位家黑鬼？来，你两张一千。姜饼来了，阿爸再请我爸。阿婆，拜托喽。姜阿婆回来。你想我发电要了七折？你叫阿通啊？我要叫你阿虎啊，莫好白叫啦。来，大哥500。七折呀，我伊绝对唔敢改。白叫，伊性地改啊，无你刚才叫唔着名，伊就生气啊。妹妹，你叫啥？阿食虾啊，来看片有大尾无？这冰哥好食，一人请我开300遍，来200块。200块，白虾买200块。嘉兴的白虾啦，买200块，白虾几两？200呢？还白虾？大哥要几份？大哥要2000，来，再1000给我。200块的钱。好啦，谢谢大哥。来，还白虾200块，我们吃吼。来，200，够了，我们吃白虾不？200块拢完吼。这一盘固定是4个客人而已哦，几个买跟谁盘没有关系，多了我就补给你就对了。来，8个客人。来，阿哥要吃这来，来鱼皮拢给我来，做不好，想见。来鱼皮，来鱼皮哦。我的鱼皮有甜无？好吃，大家把吃过拢知。以前拢无吃，都没有吃哦，没有吃哦哈，没有吃是最重要的哦。来，一人一份半斤的一把，这一包半斤，六个起来200。200块来，鱼皮买200，石头姐买来鱼皮，200，这200就200。一包块钱哩，200块鱼腿，200块。来，小姐妹鱼腿200。我这鱼腿，你要多吃。来，小涛姐银皮来200块，大感谢你。200块，啊，你拢唔吃鱼腿哦？煮牛丝，煮海参买。哦，要煮哪会弄开两鱼腿来煮？一包块来200块鱼腿来200块来。三百鱼腿买200块来，2斤哦哩哦，唔是4包，来200块来鱼腿。领导的银皮啊，来鱼皮买200块，买200块了。鱼皮买200，全部盖章啊！你们要买的要快哦。鱼皮，苏木鱼皮来200块，好 ，OK。7包的，来200块来鱼皮，来各位人不管了不？鱼皮200块，阿你买也抽鱼皮，来大哥来个。哎，这个没有吃的，真的啦！你煮汤给小朋友、大人吃都不噎到了哈、哦。来200块来，3包来，7包的来200。鱼皮200块拢准备了啊，再来一回。来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回。来，还要吃金鸡吧？来，金鸡吧，上锅。答对啦，鲈鱼先呐。金鸡吧，上锅。鲈鱼丸呐。有人跟鲈鱼。鲈鱼丸啦。要插队干嘛啦？插队干嘛啦？管他误会，管他妈要死皮啊！我大哥啊，你是不讲我玩的哈？这个伊都不是误会，管他妈是讲伊大料啊。对。哎，还有漂白过来，今麦较兴奋啦。来五个人去尔哈，你食饭到咸鱼肉，起价起价哈，我无起五个人去，最后五个人去，来200块来。200块，咸鱼肉。来5个客人可以。来，最后一个咸鱼肉无啊，最后一个咯，最后一个先煮了200块。来阿忠回来。阿忠。阿忠买咸鱼肉，阿忠唔是咧报第一咧。是无。伊唔是咧报第一，今麦咧拍片。你现在对手是谁等的？来200块来，200块。来，最后一个阿忠的来。来，哎，暗时我让给你家啦，你给我压轴，压轴。来，找钱了吗？这边先喊，这边先喊，对不？你阿恁就看两句来，我看我无恁对。你老好花的，你今天搞偏见对。来，500块，找钱来。算不是你啊！500找钱没？啊，不是你，你嘛没在，你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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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300，好不好？五300。来，购买应该够一包吼。还是一包俩，剩一包俩不啦？不啦。来，这种五，我三块，讲咩啊？来，5个客人而已，问到购买进一包。
几包咧卖我讲，你若要几包咧，我较来哈。但是吼，我还未甲你讲几件，未使几件，赶快我让给一百块。阿忠是谁？一百块，新竹购买。邓家华，就邓家人而已。所以我咧，我等不拉等十摆啦，一定爱买我来购买，人家都这样。三个，最后两位咯，购买一百块，购买一百，剩两个让给。来，大哥未来，今年春节呢？啊，你钱无我，你手机未充啊？小姐啊，你起码哦，你金钱如何都办呢？来，我来。如果是女生，我就没兴趣了。来，要吃柠檬鸡腿排，来现啊，这个不用等啊，来两百块。有。柠檬香茅鸡腿排只有六个客人，干嘛要快？请假后价，柠檬香茅鸡腿排来，来四鸡五鸡六鸡来，来七鸡八鸡来，两百块来九鸡来十鸡二来，多吃唔免讲啊。来柠檬香茅鸡腿排，来最后四个咯，来是两鸡三鸡四鸡来。来五支六支哦，你来两百，来七支八支，九支十支哦，你来两百，好，做两个买了无？柠檬鸡腿排都买到了哈，都买到我剩下两个而已哦，剩两个让给，剩两个让给走了，做柠檬鸡腿排了，来两百过来，来七支，来五支六支，来七支八支来，最后两个啦，来十支哦，你来两百，剩两个让给了，柠檬鸡腿排拢没了啊？谢谢啦，谢谢，我恁今仔开始就办了，谢谢喽，来选一碗两百过来。一包两百二啦，两包三包二，两包二，来七包够二啦，来过来玩两包二。先试见搞好咧，百年哈，来两包过来，算一碗最好解了，给两包好，干嘛？好好吃嘞，好好吃。最后一个喽，算一碗不好，来两包，两包两包两包，算一碗，赶用赶快二啦，来两包过来，来两百块，两包二，虽然才两包两，但是甲四包赶用是赶快嘞，你们玩的。阿伟，对，七包够二啦，算一碗春节两不好啦，解一碗一百块，谁啊？来，很快，小姐要来。羊肉丸，谢谢。羊肉丸，羊肉丸。那你快点嘞，羊肉丸。羊肉丸。你今麦咱卖阿爸就做过羊丸啦，要卖羊肉丸。来，罗宇买五百，买四百，来三百块，两个人的了。罗有水无？来三百块来。你这边包啊，可以啊，这边罗宇啊，这个请你来。来，最后一个罗宇，三百的，最后一个喽。来三百块，春节让给罗宇三百。来三百六，我讲三百买三百，你买最买啊啦！来七百块，来三百块最后一个，来罗宇买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安尼让我买两杯罗宇，罗宇够香嘞！我第下咧真正笑完嘞，来三百五四三二一，谢谢。有三个没啊？大哥有没有？真正走路嘞！我无多笑，伊大哥来上这咸鱼吧，哎，这小弟的咸鱼。来，阿妹食甜甜虾饼哦，出来。来，你有什么代志来掏钱好不好？来，来来来来前面来前面，你拿来掏钱多少人哦？你后边徐小姐较贵哦，徐小姐爱跳奖金哦，送钱哦。来回虾啦！来甜甜虾饼来，卖掉鱼哦，鱼在后边，鱼在后边哦，这个刚好在吃。哦，你卖钱，你卖钱，卖钱。刚才你话懂，刚才你话懂。甜甜虾饼。哦，要你要不？又出现了哈，来，天天虾饼五个客人，来七八块，一百块，来最后两位，天天虾饼一百，无啊，一包两，我整一包啊，真正好食，问白大哥就知啊，这不是乌龙皮，这是虾饼，怎么食嘞？慢动作咧卖乌龙皮咧，一百卖平啊，来一百块，最后两位，天天虾饼一百。你无买着，你会后悔。真正好吃，来，你孔雀要上位，来五个人给包完，包去，来包鱼来，包鱼要吃来开三百，两百块完了。要吃包鱼，咱今日全部介绍来两百块来。两百块。来包鱼买两百块，一人一份啊。来包鱼买两百块，三包鱼来，四包鱼来。四包派点啊，五包鱼啊，快进来，来包鱼买两百块来，三包四包来，五包鱼来。这边做啊，这边这边拢新的啊，哦，鲷鱼刚多起来啊。来，要得了，赶快啊，包鱼切片来两百块。包一瓶，包一瓶，两百块来，够两百块了嘛？包鱼两百块，还拢买点呗？包鱼两百，两百，两百来包鱼买两百块来，来鱼啊，成鱼两百块给你，过来包鱼买两百块来，两百块包鱼买两百块来，两百两百，我老板今日人家为你招都多，安尼你就来两百块为人，都为你招你啦，过来拢话哦，来谢谢来，哦来感谢你啊。可能要惊着一份啦，来磨好我，磨好我来。五三万。来，各位客人。二股。二股。你好。
哦，伊进来啊，哎，知影这人咧奇怪，要讲奇异咧，又讲奇怪咧，哎呀，厉害！去两公斤，真唔少翕镜咧，吼。哎，要食奇怪啊，奇怪是比奇异较少哦，还要少哦，而且它的肉质更 Q。更软嫩，来一人球开300块，哇，这鸡骨来300块，来300块，这个条条有啦，这个没有常常有，你不要以为我每次都有嘞。这个上次出现啊，鸡骨300，对真真对锤锤得了。哦，上次出现是五月。只有一个客人，我们的白土哥会吃鸡骨呢。我爱花500的物件，我今年每天300，你搁袂晓买？来鸡骨300块，多一个买啊。上次出现是五月。差不多，这种东西是产品才会出现的鱼呢。你去菜市啊，踅街你钓钓，你就是看无机骨呢。这个是你知道什么？有看会叫做贵，来300块，几个要吃？一个鸟，我卖你300多，一个咩鸟，我都上心的我。来，过来，上我来，不是500，来300块，300块来。